那你觉得不是吗？都很奇怪的，我们是吧？远古时候进化有时半神人吧，那个时候是应该是真的有些东西，就是那样的，其实挺好的啊，以前。这什么病啊？山海经没说里边很多那些动物，我们没见过吗？讲动物的故事啊。就远古的神话故事，中国有奇书嘛，然后说上古时候，有些动物啊，比如说，蛇头人身啊，或者各种动物半神嘛，各种动物，就是，不是说，大鹏服药至少90000里是一条鱼，变成从北极要飞到南极的嘛。那就这样说来，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老三。对呀、啊，我一直认为有问题。有问题、啊，但是我们一直给他误导。但是在特定的时空，在某一个时空，可能进化有一点进化，有点道理啊。但是这种它，就说你从这样变成这样，到底属于进化还是退步，这个还需要定义。但人类是说你科技越发达越进化嘛，它这是个定义了。它可能是在特定的时段空间内，可能是有一点点道理。他是说一个东西是逐渐随着进化形成，但佛学是说缘起说嘛，就是因缘成熟了，就突然可能在地球上就出现了很多种不同种类的胎生、来生、死生、化生，各种种类的众生，但是可能是突然出现，可能不是从水进化，水里边、海里边、陆地上都有缘起嘛，但到底是不是真的谁也不知道。我说不同种类的众生看到了不同的相。这个心有没有量？数量的量。嗯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前我们小时候啊，哪有那么多鸡啊？后来现在这个饲养太多了，是吧？那总有的物种是变成鸡啊。是不是心量？我们的心它是变化无穷，会分出很多这个量出来。是啊，心有业，不是有量。是业。业力导致的。你发现了不同的东西。我明白这个道理吧？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哪有那么多鸡啊？你现在这个肯德基这些西方的这个文化，假如说你拿着一个就是那种变化外化桶啊，你小时候玩过这个吗？啊，对，玩过。你这样摇，你看到了10个图案，这样摇变成了20个图案，它怎么能由10个变成20个呢？你现在问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哦，要是呀，就是我们、这个、看你怎么抖了，哦、怎么抖？业力的问题。哦。嗯，是我们人出了问题，是吧？谁也没问题，就是你现在在问一些迷迷糊糊的问题。就你知道你现在问什么问题呢？就像我是个医生，你就是你是个病人，然后你眼睛病了，然后看空中出现了6个花，然后你问这个花是怎么出现的，这个为什么是黄的，从哪生的，它怎么又变6个了，它怎么又变7个了，我们俩在探讨花的问题。我陪你探讨花的问题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在问为什么，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花的问题？花本无为有，你说是花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？我能说吗？谁的问题？鸡的问题还是你眼睛的问题？我能说吗？因为你跟鸡都是那个花，是吧？你现在的眼睛跟那个鸡都是那个坏花，而你是佛吗？只是你迷糊了嘛，你就是你迷糊，你问这个问题就叫迷失嘛。因为你们安住在本性上，才有迷迷茫茫的各种问题嘛。但你花都是那个快花，我们医生跟病人讨论那朵花，医生是知道没有意义的嘛。醒来的他是安住在那个空性上说话的，没醒来的他就迷迷茫茫的探讨这个花的问题。医生就是醒来的嘛。医生说，哎呀，你先安住吧，你歇着，你安住吧。然后慢慢慢慢你眼睛就好了，然后花也消失了，你也消失了，自我跟花都消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问这个问题了。就算你的眼睛，如果你是用天眼看发现了天眼的境界，用肉眼看发现了肉眼的境界，用慧眼看发现慧眼的，用法眼看发现法眼的，但你都会说，哦，这是法眼的时空，这是慧眼的时空，这是天眼的时空，这是肉眼的时空，都是时空境界嘛，你哪个都不会较真。你把这个明白搞了，那也就没有杀了嘛。啥也没有了。啥也有、这个啊、你这才叫自在吗、嗯、你同时看多少维度啊，你天也会也法也佛也都在看。每一个时空的境界，因为每个时空都有众生在里边执着着。
都有众生在里边迷呀、啊。那么你唯一做的事就在每一个时空救度啊，就是把众生叫治病啊，治野病啊。只要众生在，时空就在嘛。只要众生没醒来，每一个时空都在那儿，就有时间跟空间嘛。时空也是众生创造出来。但是呢，在那一个同时代的有跟他共同看到的，就是同业的人可以共同看到那些东西。比如说，是如果是一个人记录的，那跟他有所有的人可能都看到了，或者是就体验着那些的，就同业的人，就共同看到了那些境界。就像现在我们就是同业，共同看到了这些，共业嘛。不能讨论他到底真的还是假的，还是什么？从人力的角度是可以的，说他，就说我们人曾经看到过他，发现过他，在空性里边发现过恐龙或者是什么，那其他道众是可能没发现。最远古的时候是没有人的，当这个境界在头脑形成的时候，人是从哪来的？其实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错觉了，产生了。哎，就是因为时间是个错觉嘛，所以你头脑里面一旦想到一个无人的境界，那就是远古时候你这个时空已经移动了，你头脑里边已经有了时间跟空间嘛，那就远古遥远遥远的过去了。遥远遥远的过去有一个没人的境界，你知道你产生这个境界的时候宇宙在起源，你产生这个境界就是个错觉，你就搞不清人从哪里来。就这样理解吧，就时间它是不动的，你妄想出来的，就没有时间时空，就没有妄想出来的。当下你这一刻你停下妄想，就是此时此地此刻就是遥远的过去跟遥远的未来，就是无量无边的空间跟无量无边的时间，无量无边的空间啊，跟无量无边的时间，就是此地此时此刻停下妄想的时候，一就是多，这就是已经开始超越二元对立相对了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少，那样你才能最终是说戒指那须弥啊，说是哎你才能出现那些神通，你必须安住在此时此地。这样理解行不行？因为是我们生命是有限的，所以才想到时间它是。无限的，无限的，是吧？不是在动，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很短，才会想。你的生命就不是有限的，你就认错了。嗯，所以造成时间概念嘛，是这样的。妄想不是，你不断的在妄想，时间就产生。理解到这个。不管你是认为你有限的还是无限的，你都是妄想。什么叫有限？什么叫无限？你的无限都是相对有限建立起的一个概念。无限就是不生不灭，有限就是活着。我们人类要造成这个时间的概念，是为了便于交流，或者说这个不是，是错觉，是迷了，是迷失，不是为了便于交流，你已经迷惑了，知道吗？就是迷失了，从佛性里面的宇宙迷失，本来是佛迷失了，现在就迷糊了，迷糊了导致的时间空间。时间空间外法的这种相，就是在你组成你的身心世界，包括你自己的这个世界，无受的相，就这个意思吧，对吧？也可以理解吧，就是没有生灭相，受者相是相对于人力讲的，因为人力是人力要永生嘛，要长生不老嘛，对，人力是希望长寿的，长寿不死嘛，不是古代的帝王都求长生不老嘛，求炼丹，求这个就是受者相，你是不想死的，但是确实你不知道你是不灭的嘛，你本来就是永恒的，只是因为你着了这个相，反而你死掉了。你有时间的终止相嘛，所以你死了吧？你这个必须你停下妄想才能知道，时间跟空间的妄想症，就是因为你妄想，时间产生了，时空产生了。所以你没有遥远的宇宙，人力不是从遥远的过去产生的，是从此时此地此刻刹那刹那生灭产生的。宇宙的起源就在此刻，就在你的每一个呼吸念里边，一念动宇宙开始起源，一念动人力开始起源，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这儿起源着，只是你不知道，就没有遥远的过去跟未来，就没有这回事。星球、宇宙、银河系、太阳都在刹那刹那，在此时此地，在当下起源。你知道，当没有时空的时候，我们只能这样讲。你本来很清净，你不需要，你坐在这儿，本来寥寥分明，很清净，突然说我散乱了，你这不起了个念吗？这一念宇宙开始起源啊，
而且认为是我在散乱，我跟世界产生了，是不是？我散乱，散乱是个境嘛，我六根嘛，你一定是这有个东西是你吗？虽然你认为现在是这个东西是你，我散乱，散乱不成了个境界了吗？是不是？我懂你的意思，关键还是我是吧？就无我以后你就啥也没有了，是这个意思啊？我是举个例子，不是这样。比如说我再举啊，比如说我们还是那个本性是大海嘛，我还是说我散乱了，那个这个我散乱了，这是一个认知啊，这个认知导致了你跟外境产生了，本来就是一个认知，你本来是大海，我散乱了，俩朵浪花从海里边激出来了，这俩朵浪花就是我六根跟六尘，就是六根就是这个。外界相对于你建立起来这个外界就是六尘，我跟世界同时升起，宇宙开始起源。本来你是佛性，佛性是没有我也没有外人的，佛性是只有寥寥分明的圆觉。圆觉不是说我觉得了什么，是圆觉，寥寥分明。你坐在这什么都知道，寥寥分明。现在是我觉得我散了，我觉得我清净，我觉得我光明，我觉得我觉得我。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外境，就成了你的对境了。但是本来这个散乱跟我是一个东西，我就是散乱，我就是光，我就是光明的，我就是散乱，我不是散乱的，是我就是散乱本身，我就是动本身，我就是宁静本身，我就是光，我就是黑暗，我是一切啊，我是一切相啊。但是你现在说，但是本来坐在这段这儿你觉得我是光明，但是说我放光了，好，我产生了对境，产生二元对立，产生我散乱了，两个水泡一下就是根尘同时升起出海里，本来根跟尘这两朵浪花都是大海的一部分，都是佛性啊，我们本来是佛，就是不断的产生这个根尘，而且这个根跟尘是你刹那刹那产生的，并不是从遥远的远古的未来形成的。就是说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说你看见的我是刹那刹那生死的，生灭生灭，就是就像那个电波一样，刹那刹那刹那生灭的。我不是一直坐在这儿的，我是升起来，当我的念头升起的时候，我跟尘升起，我灭了灭了，升起，不断的这样子，只是你的眼睛看不到这个实相，你不知道我在这生灭，你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幻境在生灭，这个幻境是消失的，世界是消失的，宇宙的起源跟毁灭是同时的，因为没有时空。我这些讲还是有时空、时间跟空间的概念，所以宇宙的起源就在当下，没有遥远的未来，没有遥远的过去，没有遥远的时空。你不要这样想，你如果在头脑里有一个说宇宙的起源，哇，一下子飘到遥远的时空、遥远的太空，有一个空间，有一个银河系，有一个空间，有个时间，你已经找不到宇宙的源头了。宇宙没有源头，也没有尾声，宇宙就在这儿。每一个人当你觉醒那一刻，根跟尘就是一起念宇宙起源，一起念宇宙起源。当然我们现在因为你不透达的了解这一点实相，是因为我们昏浊，就是佛说我们的身心有五重昏浊嘛。昏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我们的生命跟世界跟时间空间认识不清，你头脑还有很多的概念给定义，还有分别执着，所以这叫昏浊。这种昏浊障碍你现在透彻的了解宇宙在此时此刻起源，你能够，你没办法听懂这个，只是说哦，你知道哦，宇宙是在这儿起源的，从我的每一个念头起源的，所以你回不到永恒，所以需要把这个概念破解，就是昏浊沉浸，叫五浊恶是吗？把这个昏浊沉浸下来，把妄想停下来，然后你就回到永恒，然后你就看到这个世界清净无为，你就看见，你就成道。就是说你的对时间空间是一个幻想，幻象不断的形成，而且我们坐在这是生灭的。你拿电来举例，你是知道的，这个电灯如果把它分解开，它是刹那刹那灭的是吧？生灭生灭有电光，哎，你也是这样的。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在生灭，是的，你的细胞也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看到自己是存在的，看到我一直在坐在这儿没有动啊，没有灭啊，因为你的眼睛不够快，你不是佛眼，你不能看到一切如梦幻泡影的境界，
所以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知道吧？他只是用了他佛爷的角度去看世界，他眨一眨眼，这个世界已经毁灭了无数次，宇宙毁灭了无数次。而且你知道你的，如果没有时间跟空间，你知道你多大有多小，七大无外，七小无内啊，就是因为就没有空间就没有大小，时间，世界叫时间跟空间组成的嘛，世界，时间空间组成的，宇宙的，对啊，宇宙，哎，所以没有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话，没有宇宙，知道吧？那个时候你有什么境界产生的？没有宇宙的时候，你突然觉得你可以达到无量无边，这就是大佛顶，就是你可以达到无量无边，这个大是无有边际的。然后呢，宇宙银河系在你的手掌心，就银河系可以在里边，所有的星球在你的本来面目里边，如一粒微尘在那学着，所有的星球你都可以有这种境界，而且这已经是人类还是比喻的境界，根本就连这些都不可能的，就渺小的，就是说外法，就是你看见的见闻觉知到的一切，因为它如幻渺小的不可一起。但是我们活不回那个境界，我们活不回去，所以佛说我们可怜，就是可怜在这。你一直比这个根尘就刹那刹那生灭，因为你的眼睛迟钝了，你看不到这个东西在生灭，宇宙在这儿又起，你就是创造物主，每个人都是造物主，你在创造世界。你眼中的世界可能跟我眼中的世界也不大相同，就算我们同样为人，我们有共业看到的，还有各业看到的，就是同样坐在这个房间里，我们俩觉受不同。就是说，你有你的世界，我有我的世界，那我的世界是我创造的，你的世界是你创造的，谁也不要怨，每个人创造自己的世界，看我们有多少世界。你说有多少时间？哦，你共业就这个意思，是可能相同的。对，我们有相同看见的，哦、但有不同的叫各业。那叫共业。对，共业导致的见闻觉知，就是我们同为中国人，有中国同为中国人体验的东西，比如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这也是共业。相同的认识，相同的见解，相同的见闻觉知，哎，对，共业，就算你不相同，你体验着同一个地方也是共业。我一直没搞清楚共业。共业就是你，我们同时为人就体验人道的一切呗，这就是共业吗？也许你说我是善良的，他是恶的，但是因为有共业，你都来到了人道，那这个人道，空气也污染了，水也污染了，你也得受报嘛。你本来说我挺好的，我没污染，但是你是共业吗？你受影响。各业就是说，在不同的这个环境里。但是你的觉受不同，体验不同，这就是各业了。同样这个环境其实没非常安逸，很平静，但有的人坐在这就不开心，有的人觉得无所谓，有的人可开心，是吧？有共同的业力或者缘分都有，投胎的时候有业力，最起码我们都有情欲，所以才能来遇见嘛。啊，来到了遇见，缘是另一个层面，缘是我们相遇了。大家都有共同的情欲来，有情欲，所以能来到了欲界，投胎到欲界，胎生以胎生的方式出现。但是因为我们有缘，我们相聚了。那70亿人口，为什么我们不会跟别人喝茶，就是我们这些人聚呢？那就是缘分，无缘见不到的。嗯，惜缘就是说善待你见到的每一个人嘛，善待嘛，善待就是珍惜缘分嘛，因为无缘不可能见面啊。既然你今天见到了，甚至说了两句话，甚至一起喝了泡茶，或者是什么，真是吵了一架，也算是缘吧。嗯，各种缘，六道之缘，还不是一道。或者有的是你上一辈吃的一条鱼，完了那个缘来了，你就很恐怖了，你家来要命，要债来了。或者你有的是你吃了的吃鱼还好，你要吃了条蛇。你要是吃了那更凶来了要债的时候你还也还不起，或者你有吃了的其他东西，什么鳄鱼或者是什么，那更厉害。但是如果是少爷辈来了一个你曾经帮助过的，那完了，他来了就报恩来，你的贵人就来了。